洗手台是如何生产的？首先按照成品尺寸挑选合适的荒料，切割好成品高度，用桶具把荒料切割成圆柱体，然后制作洗手台盆，把钻开的碎石块小心翼翼地取出。台盆基本就做好了，接着将底部钻好排水口，然后用机械固定好，让洗手台旋转起来进行人工打磨，达到镜面光度后使用免抛光拉槽片拉装饰槽，直到盆柱一周布满大小均匀的槽面。 盆柱两头打磨10毫米边，最后再由人工给盆内进行打磨抛光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加个关注，更多食材小知识。